这一盘是战损机 AKM 下图改枪，出生在了停车场这个可以说是最不好的复活点。正当我打算去鸡头楼的时候，听见有个冤种直接就被男团给嘎了。实验室空手。你们知道我在笑什么吗，兄弟们？你们知道我在笑什么吗？你们知道我在笑什么吗？有个人去鸡头楼了，被男团四个人一起射。那不是烟，那是男团。吓我一小跳。你像我这种聪明的玩家就不会葬身于男团的枪下。男团老大现在多少血我也不知道啊。哦，这个瞄具好，他这个侧瞄，这个侧面基座好丑啊，这侧面基座好丑啊。既然飞机那边刷男团了，那咱们就从地图另一边开始搜，在兵营旁边的哨塔上找到一个胸挂和一个侧轨，接着在旁边洗脚房找到一把七四 N。 咱们先带着这把枪自卫。哎， MA93 是吗？算了，咱懒得上去拿了，懒得上去拿了。像我这种长得帅的都运气好，一会儿就又一个弹夹，没事，不急，兄弟们。像咱这种长得帅的会缺弹夹？哦，我还看了一眼，不行，像我这种强迫症，我得保证自己一直是满血，我要打根黄针。我刚还往那边看了一眼，我都没看见那个 AI。算了，我不去了还不行吗？我不去了我还不行吗？我打不过我还跑不过吗？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是说我这叫逃跑就不对了，这叫什么？对于我们技术主播来说，这叫战术迂回，你知道吧？好，马了五枪，应该是没打死。你这不够变态呀！啊，我什么叫我不够变态？我难道不是本来就是个纯洁的主播吗？这叫逃兵，什么鬼？哎，白马楼里有 AI， 我们这时候要小心一点。Ты засранец вонючий, мать твою, а? Ну иди сюда, попробуй меня трахнуть! Я тебя сам трахну, ублюдок! Иди, идиот, трахать тебя и всю семью, говно собачье! Жлоб вонючий! Фаню мало. Лянга!
哎，有瞄具，哇，还有备弹了。在白马楼周围嘎了几个 AI， 刚好用的是半改的 AK， 这样的话配件可以拆下来自己用。现在咱们这把枪就只差枪口和战术设备了。你别说它丑不丑，你就说能不能用吧，是不是能用？哎，它丑可能是有点丑，但是它能用。而且这放往这一放，看着还大呢，你知道吧？看似是非常不好用，然而实际上，它确实挺不好用。老公骂我，哇，你这坏了！我好容易把直播间的风气调过来，这又来了个 BT。答应我，做一个纯洁的小男孩好吗？像主播一样做一个纯洁的小男孩，纯洁的 BT 吗？我操！听说这里有个很变态的主播，那你可能是听错了。对，这个主播非常的纯洁，被评为 B 站2022年度十大纯洁主播之一。老高上女厕所吧，这个东西吧。虽然我事实中上的不是女厕所，但是我非常的羡慕啊。但是你不能说我，哎，懂的都懂啊。老高是不是跨性别者？你这话说的就，老高变态的浪名都传遍整个 B 站了。哎呀，主播今天怎么没换照片？因为这个照片比较好看，我想多用一天。20年单身换张显卡，30年单身换张显卡。40年单身换张显卡。50年单身换张显卡。他妈的。在黑白马没找到想要的配件，然后去医疗楼找了找药，他怎么就出不了呢？因为鸡头楼那边刷男团了，所以我偷偷的来鸡尾楼搜了一下，不过运气不太好，没找到我要的配件。结果这个时候男团小弟就给我送过来了。这不是男团吧？这玩意儿，哎呦，我操，有个玩家。哇，男团，是男团，是男团，是男团，就是男团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枪不满改了吗？这不战术设备有了吗？这样的话满改了呀。他这后退也挺好的，他这些。哦，这是我枪上的呀，这是我枪上的呀。我说这配件咋这么好呢？
完了，还没拉闸呀，好像真要迷失，兄弟们！我操，还没拉闸呢！啊，这！哦。Прямо. О! А!